喂喂，麦克气啊！这是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的礼拜。我心无路上帝，咱同齐来念，好嘞。我心无路上帝，自然烟花的白，彼对万民三加音声。无路伊大尊名，秋马残红水山，江从大海关山，天明伊大观念严重，仁爱公义矫正。我心无路上帝，世间情人的地，空中飞鸟吟诗出声，无路伊大尊名，秋水草波青翠，叹花结枝结穗，你光照来凉风吹来，讲起伊大仁爱。第三，我心无路上帝，天的本对一家，虽望太在暂时重现，讲起阮当爹心，心苦人家对酒，那阵的天之样，天的高地下最直接，天公归地上地。请咱上家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观灵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赏赐我活命，也赏赐我大家人有无同款的才能，予我活在这个世间，不是干那为着家己而行，我乃为着你，也为着别人，还有我，安尼我的人生。愈丰富，愈家己感觉有价值。特别感谢你，予阮会通认捌你。你将活命道理、生命意义指示阮，予阮会通知影安怎来行人生的路。特别感谢你，今日设立这个至圣安息日。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在敬拜俄罗斯，阮下晡伫即个伊伫北公园，气候非常寒冷的环境中，阮的心迄日要敬拜你，所以到每一个人三个字，祝福阮敬拜，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三个人两组的几个人，就是在咱这里、個。三个人组的几个人，我伫天里边，愿你的名写，你的光明大，你的志一行一对里，就是你去，我的心然后我下辈我保护，就是我下辈我保护你，不去破坏你的气。叫俺脱离这个海，与国关联，也跟当时所教导的同时，阿门。我们来看圣经，马太十四章，马太十四章，咱就无用啊，而且啊，看有些丢了，来看圣经，马太十四章五十二节。那个男的有十四章，没有是吧？我不跟你讲啊，你那个手变，我卡到今天了吧？
卡到这边，这边可以卡出去。贵宾听名，卡进去。大家好，以细爪。对，那就杠杆又延长啊。进。看看，进杆。杠杆，那真的先讲啥的？细爪进杆，料腰，九杆一，九刷一个，基金安落，基五一，加基底加。一时准伫海上，可以摇抓，因为是对头风二十五节。明时四家也说对海面行，就近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请惊讲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嚎叫二十七节。耶稣念伊，甲因讲话，讲，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，应伊讲，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，就滚入，就近你，十九节，伊讲来啊。必定就对准船来落去，行水面，马就近耶稣。三十三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伫马沉落去，就后就讲主啊救我。三一站，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：“小心的人啊，声势摇移。”因就船讲就定，三十站，船里的人，船内的人，拜伊讲：“你真正是上帝的儿子。”伊向外上帝祝福伊个地位。谢谢。所以今天真好，我们用这马太十四章来讲信心。
啊，咱这个二月吼，嘛是这一年的开始吼。啊，这一年头前的路，咱拢唔知影。啊，咱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咱也唔知影。但是唯一就是咱要有信心。啊，咱公益教会吼，到后礼拜咱都要收礼。啊，我嘛认为讲咱教会吼，咱来对上帝有信心。啊，咱嘛对别人有信心，啊，对家己有信心，相信啊，上帝会祝福咱。什么叫做信心？啊，有一个故事讲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边结束的以前，啊，有一个德国青年啊，伊做兵吼，啊，伊互人派去看守一个大楼的迄个地下室，啊，伊伫遐咧进行任务的时。多啊吼，这个大楼多啊吼，迄个联军吼，家己轰炸，轰炸迄个大楼。啊，大楼拢倒去，啊，地下室一道饼吼，啊倒来，到地下伊会半身，地下伊会半身，伊完全无法度去抵挡。啊手吼，正手甲倒手吼。一个会紧张，啊！唔知经过几工了吼，伫遐吼无水，无食物，无人经过，唔知经过几礼拜吼，腰骨寒，啊！伊对阿爸啊吼，摕一支笔，啊，摕一支笔，啊！伫迄个墙、迄道壁吼，写三句话。好，就是讲，虽然吼日头无照入来，无照着我，但是我相信有日头。虽然无人对我来表示关心甲疼，但是我相信这个世间有疼，嘛有关心。第三句讲吼，虽然吼即阵上帝无对我讲话，无甲我应答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个世间有上帝存在。最后，伊就安死伫迄个地下室。无久，伊予人发现，啊人发现吼，伊伫个迄道壁吼，啊写啊留落吼，这么水的话，啊这么这三句话是什么话？就是表示吼信心的维护啦。表示信心。咱拄啊读这个马太十四章二十到33吼，这则圣经吼，咱拢是熟的吼。但是咱爱上个来了解这则圣经吼，这则圣经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吼信心的考验，在跟咱讲信心的考验，信心的故事。这个马太十四章二十吼。这则圣经是发生什么时阵呢？你若看19吼，就知影讲是伫个春天啦，伫个春天，讲正人就是草高的，啊耶稣吼就爱叫正人戏耍，爱坐船，要坐船到对岸吼。所以正人吼，耶稣这则圣经是发生伫春天，毋是热天，嘛是冬天吼。这则圣经有发生两项神迹是伫个春天，啊，拄是吼日头伫个落山，即个暗，